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阿丸讲经济，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讨论厂商的卖家的供给行为，卖家供给行为，讨论生产成本跟厂商的供给决策，生产成本与厂商的供给决策。我们在这一 part 的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过，如果我们要讨论厂商的供给决策的话呢，我们要先了解厂商的成本。要了解厂商成本之前呢，我们要来了解厂商的生产函数。我们在前面几讲呢，已经把生产函数呢跟成本函数呢大概都讲完了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谈厂商的供给决策。不过呢，在谈厂商的供给决策之前呢，我们要来谈谈厂商所面对的市场环境是什么样一回事。这个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呢，不只是跟卖那个买家所构成的需求线有关系，也有跟这个在这个市场上呢有多少间厂商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要谈厂商的供给决策的时候呢，除了了解厂商的这个什么它的成本函数，那它的成本函数跟生产函数有关系，我们也要了解说它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哪些。但是它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呢，不只是跟这个需求线跟买家有关系，也跟它所面临的这个竞争者的这个加速，它所面临哪一类的竞争者，有哪些竞争者，它哪些竞争者有所关系。而这些它所面临它所面对的这个竞争者的这个数目呢，就决定了它所处的这个市场结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那在我们这个基础的经济学的课程中呢，我们会讲完全竞争市场，我们也只会谈这一种，然后因为其他几种呢比较复杂，会比较复杂。好，那我们说呢，厂商所面对的这个竞争者的加速呢，决定了这个市场结构。那一般来说呢，我们这个市场结构呢可以分成三种啦，大致上来说分成三种啦。第一种叫做完全竞争市场，第二种叫做独占市场，第三种呢叫做寡占市场。什么叫做完全竞争市场呢？完全竞争市场讲的是说，市场中呢有众多生产同质产品的小厂商，然后任何一家厂商呢都没有办法影响产品的价格。就是说市场上呢有一大堆小厂商，大家都生产同样的东西，同质的东西，一模一样，分不出来 A 加 B 加 C 加 D 加，大家生产的东西都一样。所以任何一家厂商都是小厂商，生产的东西也都一样，所以个别厂商呢没有办法影响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格。那产品的市场价格怎么决定？由市场里面的一大堆买家跟一大堆卖家所共同决定，这个叫做完全竞争市场。那什么叫独占市场？就是市场中呢仅有一家厂商，所以这跟厂商呢就代表了整体的产业，厂商就是市场价格的决定者。举例来说，比如像说在过去，台湾的这个通话电话，通话服务，市话的这个通话服务呢，只有一间厂商，中华电信。那在更早以前呢，一样，这个汽油的功能也只有一间中油哈。那他们这个呢，都是整个市场中呢，在台湾的这个油品的市场上，在台湾呢整个的这个什么这个电信服务的市场上，都只有一间厂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这间厂商呢，它的供应量就代表了整体产业的供应量。这个厂商呢，因为它就是代表整个产业，所以它可以决定价格。大家可以决定价格。当然它的价格，当它要决定价格的时候，它还是要受到这个什么需求线的限制啊。因为虽然它没有竞争者，可是呢，当它卖出东西的时候，它没有竞争者，可是它会面临的消费者，消费者可以决定买或不买嘛。可以买或不买。所以它虽然可以决定价格，可是呢，当它在决定价格的时候，它还是要受到这个需求线的这个限制，然后还是要在需求线上决定价格。可是至少它可以决定价格。完全竞争市场里面的厂商呢，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价格，你的价格呢就是 follow 市场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大家说明。那寡占市场呢，是指说市场中只有少数厂商，那个别厂商之间的行为呢会相互牵制，相互牵制，所以他们之间呢每间厂商都能够影响市场价格。可是当你在影响市场价格的时候，你要想象说你做这个策略，你定这个价格，其他间厂商也会跟着你做反应，也会跟你做联动，厂商之间呢互相做非常复杂的竞争，会在量的上面做竞争，会在价格上面做竞争，会在其他产品的品质啊、特性啊等等上面做竞争。通常我们在讨论商场里面一些复杂情形的时候，都是在讨论这种啊寡占市场。那这个呢会比较复杂，通常我们会用比较进阶的，比如用赛局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。那在这个基础的这个经济学课程里面呢，我们不会讨论这个东西。如果对赛局理论有兴趣的同学呢，欢迎来
中山大学的管理学院，然后我们会讲这个东西，寡占市场比较复杂。在基础的经济学课中，我们在这一堂课我们只会讲完全竞争市场。好，那完全竞争市场呢，我们刚刚说到它是众多小厂商生产同质的产品，所以在这个完全竞争市场下呢，如果你是完全竞争市场里面的小厂商，你会面临两个特性。第一个特性是这个样子，如果你想要多卖出你的产品，哦，你想要多卖出你的产品呢，你总是可以用一个固定的价格卖出，不需要降价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什么，如果你是独占市场，或是你的市场呢，你所卖的东西呢，你有这个什么独占力哦，你是面对整个市场，当你要多卖的时候，如果你会受到这个需求线的限制的时候，当你要多卖的时候呢，你总是得降价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现在的市场的需求量、未纳量是，比如像说100万个单位，你想要多卖，你就得要降价。可是呢，对完全竞争市场里面的小厂商来说，如果他想要多卖，他不需要降价，他不需要受到这个整个市场的需求线的限制，他总是可以用个固定的价格来卖出，他不需要降价。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不是说需求线有这个需求法则吗？这个要那个什么？需求量变多的时候，价格一定会下跌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再多卖的时候，你一定会降价。为什么我在这边说完全竞争市场的时候，厂商想要多卖，可以总是用个差不多不用调整太多的价格卖出去？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说明。不过呢，另外一个情况是这个样子：如果厂商选择涨价，顾客全部会走光光哦，顾客全部会走光光哦。所以我们有两个特性：完全竞争市场的时候，完全竞争市场里面的小厂商，他所面对的市场因为竞争加速众多，他也只是其中一间小厂商，他就会面临这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情况是说，如果他想要多卖，他总是可以用个固定的价格把东西卖出去，不需要降价，这是特性一。特性二呢，是说如果他选择涨价的话呢，顾客都会走光光。顾客都会走光光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一个特性呢？你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。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。这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以台湾的稻米市场为例来说明。台湾的市场呢，哦，这个产量呢120万公吨，这个大概是一期每一期每一期稻作的这个产量，然后120万公吨，然后呢，收购价格，哦，我们假设是每公吨2万块钱呢，差不多了，哦，市价 也差不多是这个在这附近，然后有时候会浮动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可是这个数字不会差太远，然后每公吨哦20K 哦，就每公吨2万块钱哦。那我们假设呢，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哦，因为这个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数字在估算，可能也有，可是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找到这个相关的 paper 在估这个东西，哦，那我所以用就假设呢，台湾这个稻米市场上呢，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，哦，是-0.5，哦，需求价弹性是-0.5，哦，这个数字没有很大，哦，没有很大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稻米市场呢，哦，是一个稍微比较陡的线，然后现在的假设呢，现在你碰到的价格是在这里20，这个单位是 K 20K， 然后呢这个每期的稻作，哦，差不多啦，也是这个数字附近，然后大概是120万公吨，哦，台湾稻米市场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说，如果你是在台湾这个稻米市场里面的个别的小农，哦，个别小农，台湾呢，哦，在过去个别的小农呢，哦，生产的这个稻米呢，大概你可以说是同质产品。那个别的小农呢，稻农呢也非常多间。现在呢，这个个别的农夫在生产稻米的时候，可能在这几年开始，大家有做品牌嘛，哦，有些农夫开始做品牌，然后会推出自己的品牌，然后在这个品牌强调说，哎，我们这个品牌是少用农药的，哦，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品牌做出来的稻米，哎，比较好吃，哦，或者说那个是什么有机的，哦，不施化肥等等的，比较健康，哦，比较安全等等的。可是在过往呢，哦，在过往呢，哦，可能没有这个强调的时候呢，这个稻农生产这个稻米的品质大概都一样，然后啊也没有做品牌，所以 你大概没有办法分辨说，哎，它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比较安全啊，是不是比较好吃啊，反正都差不多，稻米就是稻米。在过去的时候没有做品牌的时候，那很多小农然后生产同质产品。所以想象说你今天有个小农，这个小农是这样子，他每期稻作呢，他生产是多少？1000公吨，哦，1000公吨。那市场收购价呢是2万，每公吨2万。哦，这个1000公吨的这个农小农，哦，他生产这个量算不少了啦，哦，算不少。台湾一堆小农嘛，哦，所以如果你一期稻作能够生产1000公吨，哦，1公吨等于1000公斤，哦，所以这边是100万公斤，哦，生产100万公斤的稻米，不
不少哦，哦不少哦，哦，如果今天有个别小农，他是这个样子，哦，他是这个样子，哦，生产1000公吨，哦，可是你想想看，这个1000公吨跟这个市场120万公吨比起来，哦，数字还是有非常大的落差了，哦，非常大的落差，哦，那你就想象呢，今天这个个别的小农呢，想象他突然哦产量增加成2倍，哦，那其他人呢都没有增加，哦，其他人都没有增加。那为什么突然能够有办法增加成2倍，而其他人没有办法增加呢？你就想象这个情况像是这个样子哦，比方说这个农夫呢，哦，这喝歹几，哦，这喝歹几，哦，啊，那个关公，哦，关公觉得，哎，你这样这喝歹几，哦，所以呢，下一季呢，哦，给你好处，给你喝康，哦，让你的产量呢突然倍增2倍，哦，因为只有他做好事，然后啊。圣帝公公，哎，这人未歹哦，让你产量增加2倍啊，其他人不做好代志嘛，产量不会增加。想象类似这样的例子，然后只有他产量增加1倍哦，从1000公吨变成2000公吨，增加哦，增加了1倍哦，产量变成原来的2倍，然后变成原来的2倍，产量变成原来的2倍。那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当他产量变成原来的2倍的时候呢，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他能不能还是用原来的这个价格卖出去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事情。如果说你想多卖，总是可以用固定的价格卖出，无需降价。好，如果他今天产量突然扩增成2倍，其他人没有扩增，其他人没有扩增，就只有他自己哦，其他人没有扩增。那请问对市场会如何影响？他能不能还是用原来的固定价格卖出？哦，那你看看，如果他产量突然扩增成2倍，其他人都没有增加，就只有他哦，因为这个是这个什么，圣帝做波比啦，哦，圣帝做改波比哦，应该他做好事，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增加，就只有他增加，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哦，我们先想想看，如果其他人产量都没有增加，只有他增加，从1000公吨变成2000公吨，也就是说他的产量增加1000公吨，你看看这个产量增加1000公吨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首先，先看看说它增加这个1000公吨，相对于市场目前的交易量是多少？哦，增加1000公吨，那1000公吨是多少？比 Q 整个市场，它增加1000公吨嘛，其他人都没有增加，所以只有它增加1000公吨，整个市场现在的交易量是120万公吨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增加量呢只增加0.083%，等于是整体市场只因为它增加这1000公吨，因为那个什么？关公的保佑哦，让它增加1000公吨，对整个市场来说只增加 0.083% 而已。那我们刚刚有说到，我们现在假设需求的价格弹性值，哦，需求弹性的值算是多少？-0.5 哦，-0.5。所以如果市场上呢，那个需求的价格弹性值是-0.5的话呢，它增加 0.083% 呢，价格其实只会下降多少？0.033 K 元呢，啊？只会下降 0.033 K 元啊，这个我们是用需求的价格弹性值来算出来，需求价格弹性值是多少？分母是价格变动百分比嘛，分子是什么？数量变动百分比嘛。好，哦，所以现在就是分子呢，数量变动百分比 0.083% 呢，去除以多少呢？去除以它这个除以 0.083% 去除以那个什么？除以需求的这个什么价格弹性值是什么？-0.5嘛，哦，所以增加 0.083% 呢，除以这个-0.5哦，-0.5，然后得到说呢，价格变动的百分比，哦，在价格变动的百分比，然后再乘上这个 20K 哦，乘上 20K， 所以你就会算得出来说，哎，这个需求当它的这个产量呢，在市场上多投出1000公吨的时候呢，如果看到这个需求线。哦，根据那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去算价格哦，在市场中呢，如果市场要多吸收这1000公吨的量，价格只需要下降 0.033 K 元就可以了哦，只需要下降 0.033 K 元就可以了哦，这个我们是根据需求价格弹性值算出来的。那这个下降 0.033 K 元呢，对这个农夫来说呢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看，本来他在卖出这1000公吨的时候呢，他用市场的价格 20K 在卖，那现在呢多增加了1000公吨，整个市场价格影响只有一点点，下降什么 0.033 K 元而已啊，啊可是对他来说，你看产量从1000变到2000，还价格市场价格为了要多吸收他这个什么
多吸收它这一千公吨，价格只下降0.033 K 元而已啊。那对它来说，增加一千公吨是什么意思？对它来说，它产量增加一倍，增加100%，抵 Q over Q 是100%，可是市场价格只下降0.033 K 而已嘛。所以对它来说，你可以看到它所面对的需求线的价格弹性值是多少？我们现在讲是它自己一个人哦，它的产量增加一千公吨，那它呢本来是用20K 在卖。现在市场为了多吸收到这一千公吨呢，只稍微下降了零点零多少哦，0.033 K 哦，这个很小很，我不知道搞不清楚是多少个零，然后只下降0.033 K， 所以你看看，对他来说几乎还是等于像是用原来的这个价格在卖啊，哦，价格只下降了0.033 K， 本来是20 K， 所以变动率多少负0.167% 而已啊。啊，产量呢扩增 100% 啊，所以算出来它所面对的需求线的需求弹性值是多少？-600，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所面对的需求线，这个单一农夫它所面对的需求线差不多接近一个水平线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，厂商若他想要多卖，总是可以用固定的价格卖出，无需降价。也就是说呢，当其他厂商的产量不变的时候呢，这个个别农夫的产量扩增了，它其实不大需要降价，因为市场呢，总是可以多吸收它这个产量、哦、不用降太多价格，然后不用降太多价格，你就可以想说这个情况像是什么情况，就像说你这个农夫呢是个市场上的小厂商，你现在多到了一千公吨的米到市场上，对市场上的影响呢还是不会太大，就像是说你想想看说你今天拿一桶水倒到整个大湖里面，会因为这个样子大湖的水平面就上升吗？会上升啊，一点点而已啦，微乎其微啦，这个情况就像是那个样子，农夫多到一千公吨到整个市场上，他相对于整个市场上他生产一千公吨已经是不小了，可是市场上的120万公吨很大，你多到一千公吨对整个市场的这个水位有什么影响呢？不会有影响啊，降低一点点而已啦，降低一点点对他来说微乎其微。所以就是我们说的，如果这个农夫将产量增加两倍，他还是可以几乎用非常接近原来的价格，20减掉多少？一大堆零，我马上没记哦，0.033 K 元卖出原来这个东西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特性，总是可以用个固定价格卖出，无需降价。所以这表示厂商所面对的需求线呢，它的需求弹性值呢非常的大，接近水平线，接近水平线哦，所以这个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。当厂商的产量扩展成两倍的时候呢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呢并不大哦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并不大，所以他所面对的呢，当市场中有很多众多小厂商，他只是市场中的一个小水滴的时候，他要扩张产量，对市场价格影响呢不会太大，这个就是完全竞争市场的第一个特性哦，这个第一个特性哦。所以厂商如果想要多卖出其产品量呢，总是可以用一个固定的价格卖出，不需要降价，或者说你要降价也可以降一点点而已啦，微乎其微、哦、微乎其微，你多倒出一点产量到市场上，对市场的水位，对市场的价格不会有太多的冲击、哦、所以如果其他人产量都没有变动，就只有你增加的话呢、哦、你还是可以用原来的价格把东西卖掉、哦、所以这个才是我刚才前面讲的，这个就是现地做波比，然后其他人产量都没有增加，只有他产量增加，他多增加，他还是可以用原来价格卖掉，所以他的营收就可以哇，就一下就扩增一倍，然后真正是现地做波比，然后现地做波比。哦，好，那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？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？如果厂商选择涨价，顾客会走光光，什么意思？在这个市场上呢，有众多的这个小厂商。那大家呢生产的东西都是同质的哦，啊，所以你就想看这个今天是稻米，那稻米不会只有你一间，你的邻居哦，你的邻居的邻居哦，整个村的人呢，整个农村人大家都在生产同质的稻米哦，大家都在生产同质的稻米，啊，如果今天大家公定价就是一公吨20000块钱，啊，你要变成一公吨25000块钱的时候呢？那、啊、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？你的东西跟你的邻居、你邻居的邻居、哦、整个村落其他人的东西都一样啊。那你从20000变成25000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买？哦，当然不可能跟你买嘛，我就会跟别的人买啊，我就跟别人买。所以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的时候，因为有众多小厂商生产同质产品，所以如果厂商选择涨价的话呢，哦，顾客就会走光了，哦，顾客就会走光了，哦，
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完全竞争市场的第二个特性。我们再复习一次，第一个特性是，如果厂商想要多卖东西，当其他人的产量都不变的时候，它产量倍增了，哦，当产量倍增了，哦，在本来的这个市场价格跟量之下，其他人的量都没有增加之后，它倍增了，它还是可以用同样的几乎同样的价格再卖出，因为它多增加这个产量了，对市场里面的没有任何的影响，哦，没有任何影响。那第二个特性是说，如果它涨价的话呢，顾客将会走光。哦，所以如果你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呢，你是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厂商呢，小厂商呢，你有没有定价策略？其实你不需要定价了，你的定价策略呢，就是跟着市场走，市场说价格是多少，你就用这个价格。如果你要多卖，你也不用降价，你等我降一点点，就用继续用这个价格。可是记得千万不能涨价，你一涨价呢，顾客就都会跑光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特色。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。我们下次见。